就不挂上。咦，边位嚟嘅呢位？猪肉佬啊？啊，喂，七叔啊？唔系七叔，唔系系啊，七叔啊，大佬。嗱，七叔系猪仔。可唔可以 ban 咗个名先？喂，朱兄，朱兄，哇，咁夜未休息啊？喂，好耐冇见噶啦。系啊，诶，介绍你识先啊，鬼哥应该未同你见过面。唔系，我其实听咗你一阵，我瞓，我扎醒咗，听咗你一阵。诶，嘈醒你啊，唔好意思喎。唔系，弹起身啊，听见啊，冇得。唔系，好耐冇见你 ，Candy。系好耐。嗯，好嘛，喂，嗱，我想有啲嘢就俾大家知下。哦。其实今日有个 term。昨日有個 term 叫疫暴，知唔知點解？疫暴即係因為疫情造成嘅暴徒啊？唔係，調翻轉，今次疫情個現象係暴徒做出嚟嘅。哦，係啊。嗱，要講翻少少嘢聽，我條氣真係好唔順，但係冇人知道。我哋電視新聞見到好多人嬲住個屁，係咪？嗯。細路仔入唔到醫院，係咪？嗯。那些個案是懷疑的感染個案，是等待測試和上病房的，是不是？是。每個部分是要經急症上病房的，是不是？嗯。是。而你們知道做什麼的嗎？這些病人是上不到病房，被個急症室拖住了嘛。嗯。但是其他的部門是有人、有姑娘、有病房是不收這些病人，了解？刻意不收，是因為是不同的部門國家自掃門前雪的問題，嗯，而是有組織、有安排，是給大家看的一個show來的。我跟你們說過，有朋友年初四回去去統籌情報的問題，就是情報的這班友啊，嗯，是有人將編輯到的故事是這樣，等報紙每一個見到都罵，我見到很心傷，你知道我做什麼呢？四個都，是，是不是？我有小孩子死，很不開心啦，嗯，個個都老人家死，逐個老人家，你老人院去掃，很不開心啦，是不是？嗯，這件事是會發生的嘛。之前都講過，是，但是現在是變了身的一班昆蟲，這班人是最多在哪個地方工作的？醫護一大堆啊。是的，而今次他做出來，香港我做了二十幾年，我畢了業27年，嗯，我是未見過要給個暖風的防風膠紙，你在個電視那裡拍來拍去，給你拍傳媒，不是，是瘋狂，那個瘋狂就是在於年輕的一批醫生病房的經理，譬如說他做外科，外科是停了所有 service 的，嗯，而所有 service 的病床是空在上面的，那個 occupancy 是很低很低很低，他們的人手是不肯騰出來去看前線的那些醫護，他騰出來的人手是我情願不收，叫他們去做，他們說我不懂做，就灑了醫管局了，所以鄭紅玲，所以紅玲先生，是的，范紅玲就是說我們救人救物資的，但是是不夠人手，不夠人手不是 HA 裡面的人手，是 HA 某些部門的人手去霸住，我不給人理，他們也不接受幫忙，而外圍的私家醫護要進去做事，你都知道我會舉手的，嗯，我們是進去是無門的，我們只可以是去做社區統籌，跟大隊來打針的，很快的嘛，穿上衣服來幫人打針，嗯，我們都很樂意去做，都有100個人、200個人去做，已經預備，但是也跳了一個叫曾奇 X 的醫生出來，
你哋去做呢啲嘢，你小心啊！医管局阿梁婉霞佢不断都系叫，做私家或者退咗休嘅医生护士去帮手。而帮手咧系做视像嘅诊断，其实好简单嘅啫嘛。依家系一个大疫症，传染性好高嘅大疫症，你只要教到个病人食够嘢、饮够水，真系有 Panadol。情况一转差就走，呢个系个视像嘅诊断。但系姓曾呢条友仔咧，佢就讲到：你哋唔好去啊！你去咗咧，有啲 legal 嘅责任未厘定清楚噶。你睇错睇漏嘅时候，会唔会令到系你正常执业嘅牌照啊，或者你执业嘅问题啊，有冇法律保险嘅问题？你哋解决到未？其实一个局。我唔系阴谋论，我见到 A&E 咁样，你都知我有咗疏醒去问，系咪发？喂，搞成咁，好多部门问翻嚟，唔系，系专登逼爆个 A&E 俾你哋睇，所有人露天系完全唔使瞓街，嗰啲系等待检测嘅病人同埋老人院嘅病人。所以 A&E 爆咗系流出街嘅，其实2019年嘅黑暴，依系变咗一个疫暴啊！听得明啊？明唔明啊？大家听得明。听得明啊？我头先开麦之前，唔系开麦，我一开嚟已经系讲紧呢个话题啦。你开麦讲啲话题啊？但系我好兴啊！我话咗唔再上网讲嘢啦。我话咗只系俾啲 backup information 你哋啊嘛，我打嗰条气，我瞓着咗砸醒咗。其实根本咧就违背晒医护嘅誓言咯，唔系，当然系违背咗啦。违背晒。但系你记住，有一班人仲系好死嘅，仲系揸住有啲后生仔嘅脑袋嘅，就系、是、叫做医管局员工前线嗰班人，仲系喺度玩紧，依家就系盯紧佢哋。你听得明个图画未啊？啲大佬话系够床够成够，唔会一个医管局收唔到呢啲病人噶。其实即系话咧，够床、够成、够人手咧，其实系一件真话嚟 Not deploy 唔系，系呢个系真话嚟，真话但嚟系嘅。其他嘅做紧嘅病人系唔肯做紧嘅医生同埋姑娘唔肯被转调到去。急症或者前线嘅工作，佢哋拒绝啊！呢个叫 deployment，即系小弟 SARS 嗰时咧，我都系一个打工仔。咁啊，我被分派，我冇被分派睇 SARS 嘅病人，我分派咗 A&E 住负责简单嘅外科小手术，做完即走，掟人走，就嗰啲唔急嘅掟人走，即系历时都一段短时间嘅。但系今次系有计划，有企图。系摆晒全部啲靓仔相，摆晒最靓嗰几张嘢，令到你哋最伤透市民嘅心。哇！香港搞成咁，跟住只手指就会指翻 H.A. 林郑陈肇始。嗱，我唔系话你做得啱，但系 create 个仇怨系个传媒加埋呢班黑医护去做出嚟一个社会仇怨，唔好中伏住。咁呢2晚明爱门口冻咗咁多人，不断有人送物资去，明爱又推翻出嚟，你唔好送嚟啊，大佬！就你会哋有搞啲群乱。组，你哋有啲群组仲叫我喂，我执啲大褛啦，我谂住执啲大褛添，系咪？我啲衫都好靓，我啲褛都好靓噶嘛。咁但系明爱推晒出嚟啊，点解咧？其实就系 A&E 玩啫嘛，医院系救三派落去嘅。但系嗰啲部门嘅衫，即系你系响妇科部里面嘅衫，佢唔肯攞落去啫。但系佢我哋唔有佢知，哋嘅管理噶嘛，都唔唔会系，话一个冇部门错，只每手个遮天。病唔系每个病房经理系每个病房经理话晒事啊，同埋嗰个部门嘅主管话晒事嘅，所以外科出唔到人落去咧，明爱嗰度咧，我今朝就。
恍然大悟，因為其他現在那裡做的高級人都說那些年輕人都不肯 deploy 下去，就 玩爆個 A&E 了。而 A&E 是檢測沒有檢測的時候呢，照排隊而已，即是輪 A&E 而已，你了完鼻哥要兩個小時，即是你就算是用 PCR 做 PCR 要兩個小時嘛，擺曬喺門口咯，咪成個老人院送嚟，咪成個擺門口嘛，咪做到咁壯觀嘅場面咯。記者影完相之後開始收緊啲啦，琴晚凍同埋落雨，再收曬啦，係玩噶。其實嗰啲老人家係喺度凍死係好唔啱，冇人凍死啦，當然，佢都唔敢玩到咁大，即係冇人死。都當係，但係當中做緊 A&E， 做緊上面 ward 嗰啲姑娘。有份參與啲，完全係知道依喺度玩緊嘢。嗱，我唔係陰謀論。嗯，你講得出嚟一定有根有據嘅，我知。即係唔係一個陰謀論，係一個好實質嘅嘢。咁我唔講我做邊間啦。嗯。我以前做嗰間，同樣地發生咗同樣嘅嘢。而個召集人就係 EA。HAEA 就是說香港醫管局的員工前線。嗯，所以我妥我的氣很不順，我即是完了黑暴啦，你不要搞病人的命是不搞得的嘛。是啊，沒錯啊，但是他們這班人是更加厲害，我不會被你拉到的，明白嗎？嗯，所以他用醫療可以玩到政府，可以拖把新的特首選，他不會知道特首新的特首選誰的，但是早班會成問題，慢慢拖爆你為止。不會做的 test 是假的，不過拖垮 A&E， 令到全個社會將 focus 都射了落去林鄭做得不好這件事。嗯，沒什麼死的，我相信林鄭反而是每個部門每個急症都很無奈。我收到一個 message， 就是要做急症的前線的姑娘，喂，你哋翻嚟幫手啦！其實我去唔到幫手噶嘛，因為唔同。雖然我有咩職能，但係唔係你嘅員工啊。嗯，我哋只要幫手去打針，幫手去做一個 video conference， 即係視像嘅睇症，開下藥都得嘅。但係入唔到去急症去疏導，等檢測結果嗰幾千人，即係發緊燒，佢症狀唔明顯。他差的，他沒有權力上病房，因為其他病房是不肯收，不合作運動不肯收。其實這一件事才是最難解決的，如果你說他們真的工業行動的話反而容易解決。他現在就是在說閃閃縮縮地去陰乾，這一下難搞。之前就是試過工業行動，誰知市民很反感。是的，那他現在就贏了，就也都可以用傳媒是他們的伯樂來的嘛。嗯，沒了傳媒這個伯樂，其實疫情不用搞成這樣啦，不說他之前做一些陰質東西，但今次傳媒這個伯樂就很成功地就賴到什麼呢？政府的處理失當，令到這麼多市民在當中受苦。嗯，其實醫管局是有能力去做得到檢測，不是檢測量，是有能力收完所有住院的病，即例如外科的病房有一半是空的，婦科病房沒有 人去開刀，是吧？除非很急的。是啊，沒錯。那其他婦科醫生去哪裡？不用看門診的了，沒事做的，去拗腳板的了，大部分可以騰空一半以上的醫生和姑娘和病房的位置去收這些病的輕症，懷疑是輕症，不是重症，甚至是非急症的病人。嗯，但是整碟放在急症那裡炒呢，幾個急症一起玩的呢，你明白嗎？啊，那就明白了，你這樣講一講的話，整個 whole picture 就很清楚。那是的，就有人是拍照做配搭的，專門個阿婆呢拿著個煎的，在個老人院那裡呢等個快速測試呢，它裡面沒有位置等了，外面通風一點就放你在那裡，天氣冷了越搭就越多，一個 test rapid test 最快兩個小時，
加埋核實一個間個姑娘 A and E 有幾多姑娘啊？一個間十零廿個，嗯，係咪？當有個初麻或者有個急嘢要急救嘅，都會做先嘅。其他你咪地喺度等咯。咁跟住揾人過嚟影相，影相啊，擺局。唉，好傷心啊！咩？全了解啊！唔係，而我係愛莫能助，亦都發唔到聲。我好奇怪，冇一個議員，我知道一個議員，即係做醫療嗰、那個啦，做醫療嗰個議員知道咩事啦，但佢唔出聲。但係其他醫生，即係我呢啲都叫中坑嗰啲啦，開始睇得清現事咯。嗯。系啊，有啲做醫院行政嘅都知咩事咯。咁其實醫院行政嗰班應該有嘢可以做到嘅。做唔到，我吹你唔漲啊。嗯。因為依係就算一個醫療事故，我想將你嘅部將你嘅將你去 deploy， 即係我哋將你嘅工作轉移去做急診，做啲輕微嘅工作。那個後生，你知唔知點樣答啊？你請我翻嚟做外科噶嘛？唔識做嗰啲嘢，你係咪啞咗？咁真係好難。所以今次係逆步啊，係逆步，係完全都係一樣嘢啦。逆步係反政府，原來係醫療。今次逆步係我未見過，但我見識到，我明白曬個裡面個結構之後咧。就是、都是呢一班人，佢點樣都要用市民的健康去搞爆佢，目的只有一個。嗯。不論林鄭做唔做，我都要打爛個政府佢。其實而家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喺佢哋嗰個架構以外，再去另外做一啲 facility 出嚟咧，係專門針對疫情。係唔得。點解唔得？冇私家醫院係好孤。私家醫院好自私，點解我同你傾呢個問題先？其實私家醫院係好自私嘅，佢唔會話：哎，我養和醫院，我做一個 charity， 我接收曬我嗰兩千張牀，接收曬所有新冠嘅病人，佢唔會咁樣做嘅。咁但係一定唔會啦。喺而家政府架構之外，即係例如好似啊整方艙醫院啊嗰啲，咪佢喺架構之外咯。嗱。呢、這個就係可以喺架構之外，嗯、有一啲非 HA 嘅 staff 去做，因為你唔係掂到佢地盤啊嘛。嗯，咁你只不過只係 A and E 轉去 rehab， 轉去一個休息嘅地方啫。所以呢個喺方艙醫院同埋覓地做個快嘅地方咧，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嗯、因為怕咗呢班黑醫護，但係冇人夠膽講嘅。但係范紅玲唔知咩？范鸿龄系知道，但系佢个答案就系、是、我吹佢唔涨嗱，佢亲自答噶，我答某某人。啊、今日 ，O K， 所以佢话我系救人噶，嗯，我系救物资噶，我系唔够同事，但系佢讲到漏咗一句，某俾个部门嘅同事咧，所以其实听得明唔明？听得明啊，咁但这就是政治咯，这就是政治。2019年嘅餘業留到依家，儲住個氣，有機會啦，又可以再發揮。但係逆步呢個 term， 我唔知咩，我冇同你傾噶嘛，我真係好唔想傾呢啲嘢，我聽到好頭痛。嗯，因為對唔住，我啱啱咪去咗你個小豬嗰個，哇！佢噏到一撇嘢，我聽到就瞓著咗。哎呀，嗰啲就咁啦，嗰我唔係neutral嘅，即係我扮佢啫。阿小豬頻道佢講啲佢好日常生活嗰啲啦，條菜長啲，條菜短啲，嗰碟飯大啲，只雞蛋細啲，佢講嗰啲嘢。但係我想打上去講個 main point 就係、是，你大佬你知唔知你中咗翼部裏面嘅喺個風眼裏面？嗯，咪大家一齊加粉鬧啊！原來邊個做得唔好，做得唔好，邊個做得唔夠，佢冇睇到。佢連急症嗰啲 case 未分流嘅 case 喺度等嘅 case， 佢都覺得係醫院唔啱。
當你話咗醫院唔啱，你亦都唔知呢個內容嘅時候，就係中咗傳媒同埋疫報嘅計啊！傷心啊！今晚係我諗19年到依家呢次，俾我再炒翻呢啲嘢，我第二樣傷心。嗯，即係第二鑊令到我瞓唔到，瞓得好差。唉，聽完咁乜足瞓覺啦。聽咗陣，係想講唔好講啊！等你講咗陣，我都要鼓起勇氣，鼓起勇氣嬲下你哋講嘢。冇啊，其實如果咁講法嘅啊，范紅玲咧俾出嚟嗰個答案咧係事實，但係咧佢冇解釋得清楚咯。佢唔可以當眾踩嗰啲 staff 咯。佢原來就係啲部門山頭主義，原來你哋就係有人唔肯落去。deploy 調配人手的時候，你哋不配合。其實整個疫情是救人的嘛，私營是救人的嘛。我昨晚好夜收個電話，就是話私營在聖莊同埋我啲群組問：喂，你出唔出去打針？嗯，坐啊，你砌到個位啦。一個鐘頭復翻我，11點幾揾我啊。嗯，我入咗呢個 program， 但係佢哋依家話唔使住，之後兩條飛都有入嘅。嗯，唔使住嘅原因系咩咧？因为中间个民政事务处个官员 coordinate 唔到，咁系咪即系玩咧？我随时都得噶咯。点解会 coordinate 唔到？因为 coordinate 唔系你，要有老人院俾你入呢件事，要卫生署 approve， 要我哋去做 test，make sure 你呢队人要 target 系做乜嘢。散收收，完全冇 coordination。你叫100個人、1000個人，你都冇用啦。嗯，你叫佢掃地拖地都得噶。唉，即係其實成班咧，都係啲黃人。成班就係喺度玩。佢哋嗰個組織力仍然好得人驚。好得人驚，我低估曬完全。因為今日我又有啲，即係梗係。好高級的人，仲係曾經啱啱之前仲做緊管理架構嘅人，知道佢哋內面個架構一發生緊啲咩事。嗯。所以明愛樓上內科係滿咗嘅，外科、兒科、骨科係冇乜 patient 嘅。啊。咁其實咁多醫生姑娘去咗邊咧？個房係空嘅，呢個病房啊係唔滿嘅。30-20%的病人而已。小弟就啱啱有个善信帮他朋友求助呢，就是跌断骨，那在屯门医院等了2個星期才有手术做。那当屯门医院的医生的外科医生就说很忙，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忙。2個星期前，2個星期後先。啊，他是啱啱过年前跌断了脚骨。過年前 book 咗唔算數啦，但係呢十日其實呢14日裏面，初五之後、初四之後係成個骨牌咁變咗啊嘛。嗯。而變咗，除咗好多醫生姑娘染疫之外，或者係緊密接觸者冇得翻工之外，佢哋依家仲係好開心咁講：，唉，我行落去夜一夜咪仲好咯，又放假。明白未？即係呢一班人，佢哋根本唔係今次疫暴嚟噶，係啊，根本冇做醫護。上次我哋黑暴，嗯，今次係疫暴啊，所以我啱提咗兩句三句，心有不忿啦，當然，啊，但係做唔到啲乜，我亦都講唔到呢啲乜，嗯，係啊，因為呢班玩到叻到係，我唔會俾你捉到坐監噶啦，因為上次捉到多啦嘛，佢唔會玩到俾你有痛腳捉到我噶。唯一的方法就是架空佢咯，應該的，但係呢一咁大刀點樣切咧？喺架構以外，整個專門為疫情而準備的醫院咯，咁佢咪話講就得。呢啲係暫時控制到疫情，等佢 down 咗 down 完之後，先至再慢慢去解決啲深層次問題。嗯、但係未 down 之前，大家都會見到每日見到好傷心，好傷心。其实明爱无线日日都喺度 loop 明爱嗰啲床已经冇晒噶，嗯，但系其实唔系咁样，依家冇啦，搬应少少喺度，嗯，
但佢不斷都係 loop 住個阿伯，嬲住張暖煎閃靈靈嘅暖煎，佢抱住嗰兩個細路嚟咗三次，咁你真係唔需要住院嘛，師奶？嗯。但係冇人問前因後果噶嘛？係啊，啲人淨係見到畫面就有情緒反應噶啦。就係啲阿伯，係啊，見到啲阿伯坐喺老人院，不過依家坐喺露天。啊。係啊。都好心傷咯，我初時都以為真，我以為冇逆暴呢一樣嘢。嗯。但係當有其他醫生提咗我，喂，逆暴嚟啊，傻仔，睇真啲。嗯。哇，其實要講講完啦。冇啊，咁其實呢一樣嘢，我哋真係要話俾多啲人知咯。點睇啊 ，MMA？ 啊，我完全即係冇講，我冇講得好似你咁清楚，但我一路都係講緊呢樣嘢。嗯 ，Candy 咧，有冇听过？冇听过嘛？其实咧，我都即系我都觉得系传媒方面咧，系因为要做啲煽情嘅嘢咧，先至有新闻价值噶嘛。啊，咁所以就真系一拍即合咯，即系两样嘢。咁医护就唔使讲啦，即系大部分嗰啲都系，即系都系对政府有不满嘅。咁我自己嗰度觉得系香港嘅医疗架构，其实系真系应该重整一下，即系你唔肯做，你咪将佢都走咗先咯，系咪先？你而家问题就系你个医管嗰个架构系唔肯得人，你唔肯得人，啲人咪大安旨意话我医科唔关我事嘅，咁我咪唔做咯。但系如果你真系得一百几十个人，真系有啲人真系见到惊啦，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佢好难揾到一份好似医管局咁好嘅工，咁佢嗰啲惊咪会做咯，只不过系。但系本个高层系咪落个重手去剁啲人啫嘛？今朝咧，我睇咗个就佢 send 条短片俾我，就问我公唔公平，就系话有个医管局嘅员工啦，就俾人炒作。佢话佢有医生纸证明佢咧，就系佢唔可以打针。咁佢好快叙述咗件事啦。咁佢要控诉医管局，咁佢又拎咗张纸出嚟，嗰张医生纸啊，就系话。写佢咩原因唔打针？佢话佢成日乳头发炎，所以唔打针。乳头发炎咯，就系 contraindication for COVID injection 咯。咁但系呢个记者咧叫嗱呢个 channel 咧就好出名嘅，叫 Channel C。哦，呢个咪又系苹果嘅变身。哦，咁佢就跟住咧就系有阿陈日升。咁陳日升我就係最同佢最熟噶啦，最 close contact 係佢噶啦，因為佢初時曾經差啲打咗 J J 噶嘛，第一次衝突裏面，佢推咗 J J 兩下啊 ，J J 你知邊個嘅？知。係啦，咁但係陳日升呢，佢講呢個故仔，唉，我諗呢啲就叫做文章啦。嗰、那個病人唔係嗰個故事俾人炒。你话你乳头发炎俾人炒咗，你唔打针应该啊，都唔系原因。系咯，冇拉楞嘅嘢。咁但系佢就攞晒呢啲相出嚟咧，就铺天盖地咁讲咧，就系话啊，我俾人炒咗啊，我有医学理由，有医生嘅证据证明我唔打针嘅，但系佢都炒咗，但系佢白物一疏，就系嗰张纸，佢闪咗一眼，我就慢镜睇咗，原来系写住。乳头发炎啫，嗱唔可笑啊！呢啲做世界做文章嘅嘢，佢哋有策略有策划，而系想拖拍用去医疗呢个攻势呢一方面一个专业嚟怼爆政府。嗯，咁但系我好嬲啦，当然呢啲见到好嬲，我气不平啊，咽不下。唉，好嘅事啊，真系新嘅意念啦。不过讲啲有啲 solid 嘅印证俾你听，你都会好啲嘅。阿鬼哥即系虽然喺度同你少见面，但系阿鬼哥，你有咩意见咧？鬼哥，瞓咗觉。O K， 唔系啊，醒翻。O K， 鬼边咁早瞓啊？但我想整个社会的恐惧
人里面的恐惧、憎恨、埋怨就被这班人撩晒出来，操控紧，全部是传媒加上一个专业的事，很恐怖，跟19年是完全一样的。医管局真的要做下手术的，你不做下手术割了些毒瘤呢，真的有排搞啊。不是，现在最主要问题呢，就你又没办法说他们错，他们现在就做得太聪明了，所以唯一的方法，即係等於你管一班醫護人員，好似管一個軍隊咁啫嘛。喂，你唔識衡量嘅話，你咪斬佢咯，係咪先？斬得一幾個嘅話，會有人知驚噶嘛。我而家就佢一個都唔斬，咁啊個個都見有人係咁做，做完之後冇後果嘅，咪個個跟住做咯。唉，其實就係咁樣養翻嚟噶嘛。即问题就是你的号令怎样上行下效呢，就是你的号令怎样可以令到下面人听得到呢，就是你有威严嘛。你连威严都没有，哦，你罢工啊，哎呀算数啦，我扣回你那几天假啦。喂，一点威严都没有，有头威冇尾阵，必须有人听你讲的。是啊，如果他的追求就是扣回几天。其实你又讲得比较什么一点，就是比较温和一点，不是威严问题，根本就是同一鼻孔出气。老细上边嘅老细叫你交代，揾嘢交代下边，我做下戏俾你睇。唔识玩啊！唔识玩啊！一后生仔嘅世界真系唔识玩啊！真系唔识玩。冇啊！其实先解决咗疫情先，呢个系最紧要咯。因为而家个怨气就喺个疫情度积上嚟啊嘛。我系先要解决人祸啊！解决咗人祸，自然疫情自然容易解决。啱啊，同意 Candy 咁讲。但系难处理，所以小弟都觉得咧，暂时嚟讲，真系特别喺架构以外先做咗抗疫嘅工作先吓，即系不论系亚博馆也好啊，或者系觅地起方舱医院也好，咁其实先喺架构以外先处理咗先。喂，我要离去啦！我瞓醒之后，我见到你哋，我听咗阵。我都是谷住条气上嚟俾你知下啫。嗯，冇啊，其实好有用嘅呢个资料，我哋睇下点样将呢个资料咧再发翻，再发得阔啲。系啦，我有机会，因为听朝有啲嘢做，仲有。啊，早啲休息啊！早啲休息。哇，听朝晚年，哇系，你同猪肉佬拜年啊！喂，恭喜，恭祝你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我嘅新年我要大家都快乐嘅祝，咁另外真系身体要平平安安嘅，心灵平平安安紧要啲。是啊，脑袋要清晰，不要被人洗了去。唉，不过很难，因为我们看的资讯始终是有限。我跟阿 JJ 讲这些问题，阿 JJ 他听不明白。嗯。他听不明白很久，哎，还不是医管局不对，收到阿婆这样。那我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修正的程序，就是讲了一个程序给他明白一点。跟着我说，有人是从中作紧在搞紧事。哇，其实啲资讯咧，我哋谂下点样咧，搵多少资料咧去扬出去先得。睇唔到啊！你要大公民会攞出嚟讲就得。嗯，咁咪报料部嗰边咯。嗱，我哋听朝同某位老友倾偈，佢会直接上北京啲资料。嗯。系啊，你有机会要 pass 就我都有退到。我哋嗰啲小群组有 pass 呢啲嘢，有几个即系，但系真系要 pass 我俾你知道。系啊，要啊。唔系冇床，唔系冇地方，唔系冇医院，唔系冇人手，系你唔做啫。系啲山头响处压住晒啲位，又唔俾人帮手，又唔系山号码，唔系山头，唔系山头咁简单啦。嗯。不过其实有一句怼住一边啊嘛，佢根本上有系统地去制造混乱嘅，冇嘢用呢个山头做掩饰，保重啊！咁多位，好啦，再见，好啦，拜拜，再见。